学员们仔细地为指甲片进行上色，彩绘出各种图案，有立体的花朵，还有五彩缤纷的花样。在老师的指导下，五周的课程不只可以完整地学习到指甲彩绘的基础，还可以认识新朋友，学员们都收获满满。每次去做指甲，感觉那个费用还蛮贵的。我来到这边学之后，就是刚好有这个机会可以免费上这个课程，然后学会之后就可以自己做，然后帮家人或者朋友做。当自己亲自体验的时候，觉得还蛮困难的，对。然后老师也教得很用心，从零基础一直教到我们会画画，会做自己喜欢的款式。所以觉得心得蛮多的。基本上这样的课程其实很完整，就是他该会的应该都可以学会，因为我们教的是原理，所以他用这样的原理就可以去做各种不同的设计。然后如果他练习够的话，要用来开业基本上也是没问题。为了协助新移民学习第二专长，内湖区公所连续四年开设新移民完美指彩班，深受新移民喜爱，也增加新移民微型创业的机会。我们新移民指甲彩绘今年已经是迈入第四年了。那因为我们当初在开这个新移民指甲彩绘的时候，我们希望是能够协助新移民微型创业，就是他可以在自己在家开业，然后又可以在那个照顾他的孩子。那我们从107年有一位他在三重成立的一个工作室，那109年有三位新移民，他们因为参加我们的指甲彩绘班，就自行在家从事预约那个指甲彩绘的工作。那这也是符合我们当初的设想，那也希望说我们这个班级能够帮助更多的新移民能够那个微型创业成功。区公所表示，微型创业已经成为新移民投入劳动市场的新趋势，未来也将继续开设这类课程，帮助新移民充实自我，提升竞争力。记者林希慧台北报道。